唱一个小节我就完蛋，我嗓子就完了，就废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一定要用对方法。我真的很可惜这部分同学啊，本来嗓子挺好的，唱上嗓子就哑了，唱几句就哑了。哎，如果你唱下混声，把我们的头声，把我们的鼻腔都带上，是吧？整个通道，歌唱的通道全部打开的话，不会这么累的，同学，一定是混声啊。你直接唱我的心爱在，唱不上去，我都唱不上去，跟你说，所以一定要练混声啊啊！我们已经往上混声走了，他还累不累嗓子？他就不累了，他就交给气息了，知道了吗？是这样的，咱们是这样的方法，走，我的心爱，打开音响，在天边，换气，天边有一片，到位没有？这个天，这里啊，一定要到位，再来，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。